身了没？来了，孙大姐。大姐，这什么？别再踩我地雷了。地雷，地雷，地雷呢？这个词相关的就是白目。对，有时候白目的人就会想说，哎，我踩你一下，好，那这叫台语的话就叫做给啦。天哥的地雷就是他讨厌工作的时候有人在旁边游戏人间。啊，真的真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开心不行，他忙不过来，还有人在旁边打电动啦。啊，你说，哎，桃姐还不换 iPhone 4啊？这样，又不送，为什么两个都是在讲我？好像有。对啊，对啊，都是在讲你，有啦，地雷嘛，对不对？你的地雷是什么？应该对不对？很多，满地都是。常常在桃子姐旁边要这样跳的。对，地雷太多，可能要对对对用飞的。对啊。我们讲感情好了，因为其实这个大学生了没推出这个感情两性的比较讨论之后呢，其实受到广大的回响，所以我们今天就要用这16个实验品好好来聊一下。哦。他们都是这个活体嘛。活体的实验，好，也生活在这个社会里，然后也谈过不少次数的恋爱啊。马太应该谈过至少有8次以上吧？啊，我他谈个屁呀！对呀，马太多还可乐多，可乐没有马太多，可乐不少吧？可乐是少单都极品，可乐是哦小胖对，可乐少单都是极品的，可乐地雷区超级多，太多了。他的地雷是头发，没错，他地雷很多，尤其是他就希望女生会自己默默去做家事，然后我就说那你的女朋友都是佣人吗？然后他就说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女人就是要听话。这是一种中国妇女的美德哦，美德。杜拜就翻白眼，有没有？没你的大头了，杜拜怎么了？翻白眼哎。对啊，我觉得现在是男生女生都要平等。我们女生做什么事，你就要做什么事。我也会做，只是说哎，希望你只有坐在那个电脑前面，他只有洗碗。对啊，对不对，小胖？对他就是暧昧上，吃了吗？我女朋友在帮我整理家里，你们怎么那么神秘？然后怎么样？那几张？然后之前可乐有一件事情是，就是他跟我要卫生纸，他说你们有卫生纸吗？我说哦我有，然后我就从包包拿，然后就给他一张，然后他拿完一张，然后擤完鼻涕就默默说，如果今天是一个贤惠的女生，就会给我一包卫生纸。哇！太过分了！我要把你送到上海去集训。不是，这是我的桃姐，这听我姐，那是开玩笑。其实我的意思又不好笑，真的。可乐，你踩到大家的地雷了。放出去！我现在发现人缘真的不是很好，不好意思。请问大家在感情上，你是一个地雷很多的人吗？圈叉。现在如果暗叉有人会是我。我们不会 Q 你。好，尹杰打叉。以前我会在意别人说我很穷，但是自从我穷到创下无数史诗般的传奇，以及在元培留下神话之后，我的穷就再也不是地雷了。哦，那是一种光荣，反而坦然面对他。对对对，刚刚有搞，对不对？最近日子过得还好吗，英杰？哦，最近我从一天吃一餐进化成两天吃一餐。哇，真假的？对对对，为什么？我又获得提升了。我带你去吃饭好不好？我真的，我带你吃饭，快点去吃汉堡，每天交给你好不好？我带你去我朋友汉堡店，每天都吃汉堡，真的。吃到饱。你要带那个生意，你是不是用这种方法来骗多一点饭吃？哇塞，逆向操作。瘦啊，对啊，还是不是太胖？好不好？这个交给你管马太，要把它喂饱。好，有一天，两个月后，我们希望他跟你一样。哇塞，不容易。好，小心地雷很多。我地雷不多，可是我有一点很重要，就是你不能命令我，比如说。女生有时候会说过来抱一下，我就不能接受，因为我是那种撒娇无敌，你只要撒娇求我，我爬过你胯下我都可以。因为你爬这么夸张，对，求求你小心一点，爬下脚，不要跟你撒娇。好恶心啊！你看丽文，你示范一下，可以撒，可以爬过胯下一下吗？好，往上爬都没关系，反正我会爬，因为我觉得没差。其实呢，我们今天的这个找来这个两位专家跟我们一起好好聊一下啦。首先第一位是我们布洛克拉 Kiki， 欢迎他。Kiki 是畅销书女王，你知道她写了一本《婚活日记》，里面太好笑了。她相亲过40个，对，差不多。结论是，无疾而终。她就是再也不相亲，拒绝相亲了。Why？ 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这个鱼池里面钓不到我想要钓的鱼。那
现在要去哪边钓呢？对，你现在就是钓虾，对，在外双溪一带这边都是个好天。对，我现在要去海边。哦，捕大条的，对，野放的那种。好多了，嗯，那这个本身对于相亲等于说是达人的，那相亲有没有一些地雷是不能碰的？嗯，我觉得要看对象哎，嗯，就是说如果你是像小开的话，那他们小开通常就是会，他很怕人家讲到他家里有钱。反而不要去提，反而不要去提，对。然后你如果就是比如说你问他说啊，那你工作量啊，或者是大概公司的营业额是多少，这个就是很禁忌的话题。哦，尤其相亲初见面也不是，好像来探地产的感觉。对对对，那有时候真找不到话题，就会说啊，听说贵公司这生意做得很好，难免就会扯到一些，那可能他就会觉得哦，就警戒。对啊，相亲好尴尬哦，到底要聊什么啊？就聊一些生活的琐事，就是哈啦。他曾经碰到一个男生，跟他聊说现在的瓷器都不太一样了，然后想说是瓷器专。专家吗？对，就他说是哪些瓷器？没有，他是说他，因为他很喜欢收集瓷器。那我个人也很喜欢瓷器，微局物的这样的瓷器，所以我就想说，还跟他聊一下。那他就说，他每一天就是那个洗，他说哦，现在的瓷器品质都很差呢。然后我就说啊，那怎么看？他说哦，他每一次就是洗完瓷器的汤匙之后，他会把它叠起来，叠起来就发现那个汤匙跟汤匙当中的那个角度啊，就是不参差不齐。对啊，本身是卖骂经验。对啊，对，就是他还会跟我聊，就是那个跳有氧舞蹈的事情，因为他穿紧身衣跳有氧舞蹈，男生穿紧身衣跳有氧舞蹈啊，对，应该是姐妹。哪可以太厉害，是接话王，还有碰到比如说喜欢古典音乐，听到古典音乐会自己这样亢奋起来的，他都要去接话，对，辛苦啦，谢谢，待会帮我们当指导老师，用自己的协力来写历史，是经典。接下来第二位呢，是我们心理智商师黄国伦老师，欢迎他。大家好，我是黄国伦老师。新婚愉快，还有新婚哦，嗯，真的没有啦，啊，新婚有没有接到这个幽默？不是，郭老师，请问一下这个男生女生的地雷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？其实每个人地雷都不大一样哈。那我们会讲说，我们可能以为说，哎，男生可能有一些，女生有一些，其实不尽然了哈。因为我觉得男女之间有一个最大的一个不一样，就是，哎，我们认为就是说，哎，我的想法应该就是你的想法，哦，我的地雷应该也就是你的地雷。所以呢，我不喜欢的事情你应该知道，结果你不知道的时候呢，就会成为地雷了啊。所以通常来讲呢，就是说我们彼此都误会，绕口令，就哪边超出了，对，绕口令，这个跟智商有关哦。那我的智商算高喽，你刚刚是绕口令来的，就是吧？有听出来，我感觉超好。就说，我想说，哎，你应该知道我的心情嘛，结果你的想法跟我不一样，那我讲说你为什么不知道？所以女生常常会讲说，她不喜欢直接告诉你我现在在想什么。他就告诉你说你应该要知道，那你猜不出来，表示你不关心我，或是你不爱我，所以你就会生气，所以就变成一个地雷，就这个样子。那一般来说，男生比较在意的就是说尊重嘛，哈，就像刚刚小新讲的，你如果用命令的口气的话，没办法，这是跟自尊有关。但是你如果好好讲的话，你可以说用狗爬也没有问题。了解，今天两位老师要好好来指导我们啦。我们今天呢，要来进行一个这个男女地雷挑战赛。男女的地雷真的有差吗？直接来互猜看看就知道。猜输的一方就得要有人公开自己曾经踩到的地雷，并且在镜头前和自己的情人 say sorry 哦。我们就来进行题目一，自尊篇。男生先来猜啦，我们来看看以下捍卫自尊的行为哪一个最没有办法令女生接受嘞？首先 A 明明迷路却不问 ，B 吵架气到挂电话 ，C 钱不够却拿女友拿钱装，哎，却拿女友的钱来装破腹章，这也是绕口令哦。男生呢，我们看猜 C 的只有小心哎，对。嗯，我这前女友她就遇到这样的事情，她男朋友每次出去都叫她出，然后都叫她先把钱给她，她说500块先给我，然后她去付，然后也不还她，就这样一整年都这样子。但是男生大部分都猜 A 耶 ，Benny。我觉得其他的离我们有一点远，我们这年纪比较长就是迷路，然后我有一次载一个女生迷路，她因为我就觉得说我一定找得到，然后我就想说我不要问，我下一个再问，结果越离越远，她到最后是就离很远之后她。
疯狂，让他头发抓到快掉。那为什么你不肯问？因为我觉得我一定找得到，然后我觉得问路很弱，我在他。这是一种面子的问题。对，这个面子。那女生？女生的答案。女生的答案，来队长。C C C。怎么会？C 的票数最高，有五票。嗯，为什么？杜拜，因为本来就是你自己就没钱，为什么你还要拿我的钱去请你的朋友？杜拜有经历过这件事，有，就是啊，真假的，他很长，很长。比如说，好，我们去夜店吃饭干嘛好了，然后要买东西请大家喝，然后他身上就没有钱，他说你今天带多少？我说我今天带3000，哎，现在来借我一下。我说你没钱吗？他说我身上今天只有几百块，等下再去领钱。我说好，那我就先借你那几千块。他就买了很多东西请大家吃，然后就最后还是没有还我钱，还叫我自己坐电车回家。大部分是 C， 但是娃娃写 B， 所以你可以跟逸翔配对。好浪漫哦！为什么娃娃写 B？ 没有，因为我没有遇过 C 的啊。可是吵架到挂电话这个就很常遇到啊。因为我们气头上，我们很不喜欢，我们已经在生气了，然后我们一直噼里啪啦跟你讲说这，一直解释说怎样，那你就直接挂电话让我讲话，居然都没有，我会一直狂抠，我会一直狂抠，抠到我一定要讲完为止。其实应该是男生比较讨厌女生挂电话，鬼打墙，对，因为女生不沟通挂电话，男生就一直想说我要讲清楚这样子。你最近发生的事情就，所以你就觉得一直以来就是有这种感觉，就是女生挂电话真的是很过分。我不管怎么样被挂，就是挂电话都不礼貌啦。嗯，对啊，好好讲。但吵架难免都有挂过电话，也是，对不对？嗯，有时候不是挂，是真的摔出去了。坏掉了，这也打不通了。裂开，它自己断了。没跟地雷不一样，但这题女生大多数还是觉得不可以拿自己的钱去装阔。嗯，对，男生没答对，没答对，男生没有答对了。好，是不是？好，那你。嗯，也要问问看这个女生有没有因为男生爱面子然后吵架的，有没有？涵涵，男生正在气头上，这种撒娇只会火上加油。男生生气的时候，哪一种撒娇的方法最容易让男生更火？当我默默哭的时候，我男朋友都说：“你当你自己是受害者哦。”马欣觉得哭很好，哭很可，而且有时候女生默默哭。